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屋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五颜六色的小娃娃哦。数一数，一共有几个娃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共有八个娃娃。八个娃娃今天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神秘的惊喜礼物哦。好，我们先看哪一个娃娃呢？先看这个红色的大娃娃好不好？哇哦，漂亮的红色娃娃头上戴了一个红色的花朵。打开看看这个红色的大娃娃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什么好玩的礼物呢？哦，礼物拆出来了，是奇妙仙子。它有翅膀，戴了一顶帽子。接下来看看第二个娃娃，看这个蓝绿色的娃娃吧。蓝绿色的娃娃头上戴了一个紫色的花朵。哦，看到礼物了，蓝色的娃娃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哇哦，这是我们的佩奇。佩奇穿了一件宇航服。这是我们的佩奇宇航员呀。接下来看看这个紫色的大娃娃，紫色的娃娃头上也戴了一朵花，戴了一朵蓝色的花呢。紫色的娃娃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什么神秘礼物呢？哦，看到了，是小公主苏菲亚。苏菲亚头上顶着一本书，穿了一件紫色的裙子。再看看这个黄色的娃娃，是一个黄色的礼物。哦，是海绵宝宝耶。把海绵宝宝安装一下。哇哦，好可爱的海绵宝宝，他笑得好开心呀。接下来拆这颗蓝色的吧，看看这个蓝色的大娃娃又会给小朋友们带来什么神秘礼物呢？开啦！哦，是一条小鱼，橙色的小鱼。安装一下，把小鱼固定住。这是谁呢？小朋友们有认得吗？这是我们的尼莫小丑鱼，对吧？小丑鱼正在海水里面游玩呢。接下来看这个橙色的娃娃，哦，是一只小兔子。这是谁呢？小朋友们有知道的吗？是疯狂动物城的兔子朱迪。朱迪在给小朋友们敬礼哦，好可爱的小兔子。还有两颗绿色的娃娃，先看这一颗浅绿色的娃娃，礼物拆出来啦，
看到了的是小马宝莉公主，应该是碧琪公主吧。还有最后一颗绿色的娃娃，绿色的娃娃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打开看一看，哦，是一只小猴子。哇，小猴子的身上沾了满满的彩泥。把他身上的泥巴弄干净，看看是谁呢？哦，这是爱探险的朵拉的好朋友小猴子布斯。可爱的小猴子布斯喜欢穿红色的靴子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。我们每天有更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